子服，岳文出卖学生，不会的，刚好相反，是他被学生出卖了。他是被学生出卖。哼，其实啊，岳文本来也像你一样，是个关心学生的好老师啊。你错得太厉害了。第一，我一点也不关心学生；第二，他一点都不像关心学生的人。有很多事不可以从表面上来看，你是这样。 岳文也是这样的，我没有心理障碍，不要说我了，说他吧。大概在3年前，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叫杨奇开，他曾经跟黑帮的人有来往，误入歧途。嘿嘿，拿着钱去喝酒，走，我请客，走。哎，美女，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 齐开对音律也很有天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岳文跟他也特别的投缘呢。或者这就叫知音，就好像好汉。嗯，没错，岳文千方百计，锲而不舍，终于把他由歧途引导出来了。哎，老爷，哎呦！ 你没事吧？ 做事的方法这么像我。有一次，大伙说杨启开偷了东西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贼，而岳文则不信，全力的为他担保。哪知道，原来这件事是真的。那后来又怎么样？岳文心里当然非常的难过，被人出卖了，而官府也在通缉他。岳文知道。 杨启开躲在秦氏，就去找他。老师，启开，老师，启开，还是跟我去自首吧，出去跟他们说清楚就行了。不不，我不。 放心，官府不会冤枉你的，跟我去自首吧，启开。难道你不相信老师了？不，你出卖我，你去死吧！而在这个时候，官府的人来了。走，走，你走回去。你出卖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其实，岳文是想劝他自首的。 那到底是谁报官的？是傅院士，孔如老师。后来，岳文变得非常的冷漠。他手上的伤治好了，他内心的伤是无法医治的。他手上的伤治好了，他的内心也被埋葬了，以至于后来，他再也没有办法打开。他谁的话都不会相信。 不会相信了。
心结，根本是打了死结。哎呀，衣帽布匹干货水果呀都齐全了。哎呀，你知道的，这第一次见人呐，礼是不能少的，未来的亲家嘛。哎呀，只怕呀我见到了那个女婿啊笑得合不拢嘴，那才可笑失礼呢。哎，我怎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？哎呦，这个这两天呢我有点不舒服，提亲这事儿要不然再晚两天吧。啊、哦，好啊！哎，人只有一辈子，少女的青春更短，我不可能用一辈子去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发生的事情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说好了要送给人家一对家传的玉佩的，我都给忘了，还是拿出来吧。哎呀，做人家的岳母还真是开心啊！一条街，坤爷简直赌神在世啊！哎呀，只要你们好好跟着我，有你们好处的啊！多谢坤爷关照，好好跟着我啊，好好干！哎呀，你干！坤爷，坤爷，坤爷，岂有此理啊！哪一个混蛋小子啊，敢撞大爷？你找死啊你！坤爷别生气，今天你当旺，别跟这些粗人计较。就是啊，坤爷。省点力气，去乡绅力气找几个佣玩嘛，别跟他计较嘛。你还真会说话呢啊！木头人还不像木头啊，你还会硬人，人家帮你把琴修好了你就好心帮帮人家。我说过没什么好帮的。那倒是，应该是好汉帮你才对，他希望你重新振作就赏个脸吧。我说过我的职责是教书，至于学生本人怎么样与我无关。哇，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比我更不负责任。站住！哎呀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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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呀好痛啊。旧伤，不过不是被学生给刺伤的，小的时候调皮爬树，从
从树上摔下来，伤口有碗这么大，大夫说八成会变成瘸子。哼，哪知道现在又会走又会蹦又会翻跟斗，要不是刚才碰到，伤口在哪儿都差点忘了。有病就找大夫，跟我说干什么？有病的是你，不论伤的有多重，疤痕有多深，可是随着时间过去，疤痕会渐渐的变小，渐渐的变淡，最后可能自己不刻意去找根本就找不到。按摩一下就没事了。看什么？嫉妒？当然了，一辈子看着伤口摸着伤口当然永远都不会好。现在不是人家不给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给自己机会。做人做成这样何苦呢？啊，好，知道你不会有反应的，像个木头，以后没柴烧用你就行了。明天子服要去跟人相亲，何心意呢就选个好日子，选了好日子就要下聘礼，下完聘礼之后呢就大红花轿接过门了，接过门了呢就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三拜父母，接着公布扎稳了，放！就在那边。好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再来一次，预备，拉弓！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偷走了我的银子。哎，几位有什么事儿？来抓人！抓人？抓谁啊？就是这个小偷，他偷了我的银两。哎，你们别仗着人多乱说话，我没有。不会吧？一定是误会了。误会？嘿，老子没有冤枉你。告诉你，我把清月斋的老板也给找来了，让他当面跟你对质。过来，看看是不是他。50两银子弄好了那个破古筝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他哪来这么多钱呢？你别吵了。他上哪去弄这么多钱啊？是不是又去……我最讨厌偷钱的人。是不是拿了古筝去修理？那怎么样？臭小子，我昨天在大赌坊赢了100两银子，一出门口就被你撞了一下，银子就不见了。不用问，肯定就是你偷的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好汉，我已经问过街坊邻居，知道你爹是一个小偷，你平时也是跟那些混混在一起，偷鸡摸狗的事儿你都干惯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。我没有啊！如果真有那么多银两，他干嘛经常向我们借钱呢？同学一场，你们不用落井下石。好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这是我捡的，是我在路上捡的。废话，看到了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吧？是，坤爷，知道。来人，是，拿他回去。是，大家不要冲动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。好汉，大家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。好汉，不要冲动啊！好汉，不要这样，先把子言放开。好汉，大哥，别听主，好汉，小心我的学生啊！
救我！好汉，你不要动！好汉，别冲动！子言，你干什么？好汉，咱们是同学，快点把我放开！别吵！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不要乱来啊！你给我住口！要我无辜坐一辈子牢，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哎，你们别进来，要不然就一把火同归于尽。你想跟我玩这种无聊游戏，我见得多了，想吓唬我，我不怕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对呀，对呀，好汉，哎呀！让一让，好汉什么事啊？他们说好汉偷钱，好汉不认，他们就要抓人。好汉现在挟持子言在里面，好汉还说要同归于尽呢。哇，不会吧？你什么人？我是这里的老师，不懂。里面呢是我的学生，让我过去劝劝他吧。你行吗？行，一定行。我的学生最尊师重道。好汉，开门吧。不懂老师啊。喂喂喂，谈两句吗？又不用给钱的，留点面子给我，我好下台啊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都说我的学生最尊师重道，尤其是听我的话。你再吵，我第一个烧死你。怎么样，没话可说了吧？还是走开吧。没有人可以进去，你再不走要把你抓回去。上。我说了不准进去就是不准进去，这里是书院，里面的通通都是我的学生，在外面你们官差喜欢怎么样都行，可是在这里是老师负责的，这件事我们的老师会好好的处理，不过在没弄清楚之前，我的学生要是有什么损伤的话，告到皇帝那也要告死你们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他根本不肯听你的。给我一炷香的时间，我自然有我的办法，但是希望在我回来之前不要再刺激里面的学生，拜托。好，多谢。岳文，岳文，救人的岳文。不会吧，选日子也没那么巧，找你救命你就跑了。我都要追到底，跟我回去。炸炸，我已经决定离开书院了，你不要阻止我。炸，人家说好汉偷了东西，官差现在正要抓他。炸，他说要跟子言同归于尽，好汉只相信你一个，只有你才可以劝服他。我已经不是老师了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啊。他犯了法，就要受制裁。官府抓人，我也没办法。炸，有办法的，相信他就行了。炸，炸，炸！失败了一次，就从此不再相信别人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为什么你老是记着那些不开心的事，连开心的事都忘了呢？你知道被人出卖的惨痛吗？别说的那么大声。子服也被你出卖过，这是我跟他的事，不关你事。子服的事不关我的事，那好汉就关我的事了吧。他是我的学生，他说的话我就相信，虽然他平常会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，但是我绝对不相信他会偷人家的钱去修理老师的情。岳文，我们不是做一个学生的老师，是做千千万万学生的老师，不可以为了一个学生放弃所有学生，如果是这样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老师。
这个时候是你重新开始的好时候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好汉一个机会，跟我回去。你不用浪费时间了，我不会回去的。没关系啊，就当我做了一天傻子。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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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！天都快黑了，你们赶快给我抓人呐！是，来人，在抓人。等一等，布董老师很快就会回来的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太快了，对呀、啊，马上可以回来了嘛。等，等什么？等你的头啊！等着给你上坟好了。要拜就先拜你吧。怎么样，岳文老师呢？回乡下耕田了，明年中秋不用送他月饼。不会吧？那就不用商量了。抓人。是。是，总之有我在这儿，没有人可以再说愿惹是生非，连你也抓回去。你出动装甲兵，我也是这么说。我是这里的院士，要抓你们抓我好了。爹，还有我，对，抓我，还有我们一起抓住宝，抓我。别以为你们人多，我就不敢抓你们。你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阻差办案，信不信？我可以不通过衙门，就把你们就地正法。知道，你就杀死我。哎。住手！岳文，岳文老师，不懂老师，岳文老师，等你好久了，终于肯回来了。他又是谁呀、啊？我师兄，也是书院的老师之一。柴大哥，让我跟里面的学生说几句。他要是肯打你的话，再说吧。刚才还有人办什么万世师表，哪知道被人糗了一脸的屁。柴大哥，让我试试吧，就一次。哼。好汉，好汉，好汉，我是岳文啊，你开门啊，好汉。老师，好汉，能让我跟你说几句话吗？你进来，不过只准你一个人进来。哎，岳文老师，快点劝劝他。你给我回去，你给我坐下。好汉，不用紧张，先把剑放下。你别哄我了，你想把我交给官差，我谁也不相信。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我已经决定离开书院了。是啊，你都要离开了，为什么要关心我？我是小混混，他们都不肯帮我，没有人会看得起我。好汉，先把剑放下。你给我走开。好汉，你想把我交给官府的人？冷静一点。好汉，你没事吧？你别管我！妈，岳文，子怡，老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老师，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不想伤害你的。老师没事，老师相信你。老师，你还不知道情况，我是用几十两修好了你的琴，但是我没有偷啊。那你的钱哪来的？我是在后山捡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我会跟官差说清楚的，你先起来。老师，你不觉得不合乎情理吗？说捡就捡到这么多银两，说老实话，要是我也不相信。信，因为你是我的学生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好老师，但我相信我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好学生。虽然你平时可能是一个小混混，但是从你的琴音里我听得出，你的心是清明的，是善良的。就如你能听懂我的琴音一样，不要再继续逃避了，浩瀚。人始终是要面对现实的，老师已经选择了面对现实，你也跟老师一样，浩瀚。相信我，浩瀚。姐姐，
没事吧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扣起来。慢着，要抓连我一起抓吧。好汉可以接受审问，但是我不容许有人诬告他或者欺负他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群都是什么人呐？怎么偏偏对坐牢都情有独钟呢？这里叫官自在书院，我们人人称为老师。我不管你这里是什么书院，总之犯事我就要抓人。柴大哥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你们冤枉了好汉了。这些铜钱是我的，是我丢在后山的。是啊，我是在后山捡的。姑娘，我知道你想帮他，可是你也不能用这种方法来骗我呀。一千个铜钱你到哪儿去弄去？何况一百两就这样给丢了。这些铜钱是我存的，每天一个，我已经足足存了三年了。我丢了它是因为我已经不想再要了。是啊，我真的是在后山捡的。我经过后山的时候看见满地全是钱，所以我就捡了回去。你不信可以到后山去看一看，我想现在一定还有点在那儿。他妈的，不行，随便跑个人出来哦，说没偷就没偷了。带他回去严刑拷问。死东西，你找死啊！去乡社立谢找花姑娘啊。哎呀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个花姑娘雨婷拿了一百两银子去买金银首饰，哈，这么巧我一看见钱袋上绣着你的名字，一问之下原来你这个老东西去喝花酒喝醉了，把钱袋都丢在那儿了。哈，幸亏让我碰上了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去找花姑娘了。原来有人自己弄不见了就怪人。死东西，等回去再给你算账。夫人啊，夫人。柴大哥，这里好像没你们的事了，不过你要是想再多读点书，明白多点事理，自我增值一下也无妨啊。哼，收队走。嘿嘿，杨吉开，你就是三年前弄伤岳文那个流氓，那个学生。岳文，我想单独跟你说两句。好吧。我也好久没弹琴了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专程回来是多谢你。在牢里的日子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你帮的是我。没有人可以帮你，除了你自己。老师，我明白。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本来我想，我这种人，坐过牢，又没读过什么书，能干什么？只要你自己不放弃你自己，谁也不可以放弃你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放弃。我已经想到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学岳文老师跟不懂老师，做一个好老师。我读书不成，但是我是你们的弟子，我可以好好练琴，将来成为一个很好的乐理老师。努力吧，你一定会。哎，老师来了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老师，如果有什么人对你有恶意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哎呦，老师，你手流血嘞，快点多去包一下啊。没事，没事。老师，真的没事吧？你就是不懂老师？没错，有什么关照？不懂老师，你说的对，学生不是一个人的名字，是一群人的名字。当然说的对，要不然哪对得起我师父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啊。子服啊，
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哎呀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再怎么说啊，相亲也是件高兴的事，笑笑啊，啊，好了好了，都等着你呢，快走吧。哎呀，开心一点嘛，啊，凡事啊都要想开一点，别想这么多了啊。开心一点啊。想什么呢？想得那么投入，是什么啊？梁祝的重逢，写好了，写好了，好了，了。还以为你什么都放下了，怎么还是不回答人呢？明白了，还有一件事情放不下，啊？伤口包好了，包得挺好，很快就好了。可是，有的时候啊，不要只顾着自己的伤口，也要顾一下人家的伤嘛。啊，走了啊！多嘴说一句，刚才我看见紫福姑娘，坐在轿子上，化了浓妆，眯眯嘴的笑，好像去相亲。哈哈哈哈！嗯，真多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不过，也不关你的事嘛。啊，不打扰你发呆了。我搞了这么多事还搞不定你，那我还用出来混吗？来晚喽，全部搞定，回家睡觉吧。去相亲，子波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也知道我没权要求你什么，可是子波，你不要去相亲啊。谁去相亲呢？院士。哎呦喂，子福他最终是没同意这场婚事，他叫我去把这场婚事给推掉，所以我得去跟人家解释，我得道歉呐。告辞。Thank you.
大家还有不明白的吗？老师，这里不明白。哪里？这边。哦，删掉。弹这个音有问题的时候，就给它挑一下，就应该没有问题了。明白了吗？没事吧？扭到了吗？好一点了吗？大叔，哎呀。
简单部，简单部，哎，简单部，简单部，简单部，好点，这还不是花好月圆，郎情妾意，百年好合，春宵千金，瓜熟蒂落，横财就手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干嘛不说话认同我的做法？哼，多谢。的确是一首好作品。这首就是我刚刚完成的重逢，我答应把它送给你。刚才我以为你向前去了，我去追你，结果追到了院士。我知道你没有去相亲，我现在的心才总算松了下来。我不知道怎么说才能求得你的原谅，子服，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过去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好好待你一生一世的。这首曲子我是不会要的。子服，子服，你曾经答应过我每天存10文钱，你有没有做到？我现在开始存，我重新开始存。太迟了，我足足等了你3年，现在我给自己的时限已经过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相亲，今天又来这里？子服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不去相亲不是为了你，而是我已经死心了。月文，一个女人死了心就不会再复活了。子服，请你公平一点。3年前，这段感情放在你面前，你不好好的去珍惜。现在，我只想平平静静的过下半辈子。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现在，我只希望你给我个机会。追上去，追上去。追上去，抓住他的手，拉他过来，抱着他吻下去，一个世纪之吻，那就搞定了。这样也放他走，什么人啊？